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都不回，都没玩。对，算好多人。没有啊，那时候也没出什么新东西啊，只是然后又一直遇到外挂，就很堵然啊。不过现在还是继续有外挂，只不过现在一直出新东西而已啊。对啊，新东西就跑回来玩一下，开心啊。应该是吧。没有啊，重点是出了那个 Halloween 连狙，我就在意了。我想玩连狙啊。没有啊，没有，我大概要下个月才能扎，身上没钱了。那应该说那个信用卡。对。我一说两个特殊版的那个镭射瞄准镜的。两个特殊版镭射，看没意义啊。没有，我真遇到也会去砸，因为那个 Halloween 那个真的太恶心了，恶心的有点夸张。哎呀，恶心像见鬼！飘飘，你要虐新手啊？我就只有跟新手玩而已啊。来，我没有很高。没关系。我问一下 ，Halloween 的散弹是因为射速快，而且攻击偏高，还是新手平均值比较高？来，米克回答一下。等一下，我在。我才九等而已耶。啊？对不起啊，我才九等。那个啦 ，Halloween 那把散弹哦，它射速快啦，然后伤害又不会很差、啊。你把它想成是 N32 以前的 N32 进阶版。它伤害值比那个 Watch Dog 那把伤害再低个16而已啊，其实也就是一颗子弹少两点伤害啊。其实它的优势是什么，你知道吗？它优势是换子弹的时候，你可以一颗点就立刻发射，这是它的优势。它是一颗一颗装的，所以它子弹就是你装一颗的时候，你立刻点就可以立刻发射，不用怕说你要换满一个弹夹才能射。那不是散弹型的？没有，弹鼓类的不行，弹鼓类跟弹夹类不行。有些是弹夹类的，有些不行啊。我觉得这个很大优势，这个优势很大。而且，它是长管我现在发现它好像长管，对不对？是呢。我喜欢散弹长管，是因为那个它的就是它弹数比较少，弹子弹的击中比较高，就是伤害值有点高，被穿甲率吃的比较少。子弹越多，子弹数越多，散出去那个负担越多的话，遇到那个装甲后很难吃。可是我怕现在那个这一次他穿甲率全部都打到65%，太扯了。他穿甲率整个爆高Halloween， 我就说 Halloween 这批很扯啊。你要变 AK 系列啊？没有啊，那个什么，也就那个啊，机枪我好像不清楚，机枪没用，没听说人家的评价。然后步枪很 OP 啊，然后狙击也很 OP 啊，然后小枪很 OP 啊，冲锋普啊，现在目前，然后散弹枪也是很优势的武器啊，就这样子啊。啊，等于说这批出来都很扯啊，比 Watch Dog 还扯啊。Watch Dog 只是简单来说略强啊，可是没有强到说很扯的地步啊。没看到之前路上有一半人拿 Watch Dog， 一半人拿 N960。会吗？我现在看到的就是 Watch Dog 加 M920H， 完全就是被打脸的样子。他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完全的就是一个互相打脸的状态。Losing Charlie。怎样？好消息跟你讲，你不用担心了。因为今天他更新，怎么更新啊？就是机甲更新。哦，机甲更新。然后飘，我邀你了。我看到了。可是你的别的。是 DG 这个。啊，不是。不是。哦，看到了。都。我还是没办法邀你啊，因为你还没离开别的队伍。钢弹，今天正式进化为钢弹了，那款游戏。暂时我可能还不会玩吧。
没呀，我只是跟你讲，今天正式进入钢弹状态，太强太扯了。好啦，你们要多体谅我一下。也应该一个礼拜多吧。Securing Bravo. Losing Bravo.
Heavy casualties sustained. Losing Charlie. Securing Charlie. Losing Charlie. Securing Charlie. Losing Charlie. Securing Charlie.
Losing Charlie. Losing Charlie. Securing Charlie. Charlie. Securing Charlie. Losing Charlie. Losing Charlie. Warning. Heavy casualties sustained. Charlie lost.
Device ready. Losing Bravo. Losing Bravo. Ready. Losing Bravo.
Losing Alpha. Securing Alpha. Losing Alpha. Securing Alpha.
Closing Alpha. Lost.